说不出来就用手指，你看，你喜欢哪个颜色？啊？哪个？哪个？好，封张昌宗为皇室司仪官，正二品上，执掌皇家一切祭祀事宜，赐张姓贵族身份，钦此。 贤弟，大哥，你可来了！贤弟，恭喜你啊！你现在是……恭喜我什么呀？大哥，你出的这叫什么主意呀？这不是明摆着玩命呢吗？你看看我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下回再有这事儿。 你来吧，我不能为争个宠，连命都搭进去了。争宠，贤弟。
快点，快点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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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！哎，母亲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呀，我小的时候就总和太平公主在这个湖面上泛舟。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遇见了你的父亲。您总是左一个太平公主，右一个太平公主。当初我们在房州受苦的时候，他在干嘛？还不是同大家一样，在这长安城里醉生梦死。俊朗飘逸，怪不得人人都把他挂在嘴边。景德军全军覆没，节度使杨其庄下落不明，幽州全境已为突厥所占。阿莫竭力于幽州设讨逆都督府，自封讨逆都督，四处传发檄文蛊惑人心。怀来军节度使慕容玄泽率部重五千投敌，冀州刺史李孝威献城投降。敌军声威大壮，兵分三路同时进袭平敌军、清夷军及武化军。突厥南下时正值秋收季节，百姓不及收割就纷纷避难，而各州城难以添补给养，已有15座城池不败自破。更有胆小怯战官员以拥戴李唐复国为名，纷纷复逆投敌。此刻黄河以北人心惶惶，军心涣散，已经危在旦夕，请圣上早做定夺。突厥一旦袭破赵州、沧州防线，就将直取黄河，而此段黄河水流平缓，无险可据，极易渡过。到那时，德顺啊，在，给我拿几个核桃来。快去呀！啊，是。你们继续说。天平西路总管张仁愿已渡过黄河。与突厥军刚一交战，即全军溃败。天兵东路总管沙比忠义回避敌军锋芒，已遗失西进，自行于益州设防。这，嗯，哎，这，而天兵中路大元帅吴延秀迟迟不肯渡河，颇有观望怯阵之嫌。圣上，你们要吃核桃吗？你要吃吗？我不行，我的牙早已经不行了。你们要吃吗？不，这真奇了，竟然长出两颗新牙，特
头发也黑了不少。圣上，您快拿个主意吧！圣上，天兵中路军大元帅武延秀，他迟迟不肯渡河呀！我都听见了。你们慌什么？打仗胜败是常有的事，看你们慌慌张张的，还不如我一个女人。武延秀不听话，就把他调回来，派人去接替他。可圣上，朝廷已经无将可派了。而突厥眼见着就要渡河了，吴将就从兵中选，吴兵就从乡下招。你们急什么？统统给我下去，明天早朝再议。德顺，再给我拿几个核桃来。是，如何是好？我这那这，你看怎么办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是啊，是。月，可是，你更了解圣上，以及他对于其他女人的敏感。那您就学圣上当年的样，把您的聪明才智借给您的丈夫。如今天下，千呼万唤李家接班，而眼下，正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李家唯一的传人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，只要他能把握住。那么就连武家的人都会慑于他的威信的。什么机会？您知道近日以来突厥大军长驱直入，势不可当。如果太子显您的丈夫能够挺身而出打败侵略者，那么显他去打仗，他甚至见了匕首都会发抖的。您错了，
它的存在就是力量。您知道突厥发兵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是匡复李家王朝，他怎么可能真刀真枪的同显干呢？如果显能够亲自领兵出征，这正是向天下表明了李家还朝主政的人选和力量。这不但在国内是众望所归，这也正是突厥可汗所乐于见到的。况且朝中还有那么多李唐的骁勇将士，他们能不拼死呵护太子的安全，保存着李家最后的一线希望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我说过，我不仅仅是个男宠。是啊，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我偿还这20年荒废的岁月，我也只好自救了。天下不止一个不让须眉的女人。突厥的铁骑已经逼近黄河，多年不惜战事的周朝军队溃不成军，那些养尊处优的将军们不是战死就是投降，他们为自己的骄横与虚名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。在这危急的时刻，我不得不佩服母亲的智慧，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谴责着朝臣们的怯懦，同时激励起他们的勇气。婉儿，在。这是第几天了？第三天了。还没有人应召挂帅吗？你们是想让我一个女人去征战吗？报！启禀圣上，益州防线已被攻破，杀翅忠义将军下落不明，益州刺史武敬辉困守孤城50日，又与敌军争夺内城，几经交锋，孤立难支，最后坠城而亡。以身殉国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再报一遍。益州防线已被攻破，杀翅忠义将军下落不明，益州刺史武敬辉困守孤城50日，又与敌军争夺内城，几经交锋，孤立难支，最后坠城而亡，以身殉国。婉儿，在。追封武敬辉为忠文侯，配享宗庙。遵旨。也许他是我们大周最后一个忠臣了。难道我们大周就真的没有？儿臣愿为您分忧，带队出征。好，不愧为我的儿子。母亲现在就封你为天兵道行军大总管，全权调配关中大军，明天就率兵出征。母亲要亲自把你送出长安。多谢武皇的信任，儿臣一定不辜负武皇的重托，谢武皇恩准。
我一生与文稿为伍，纠缠于琐碎的公文政务之中，一直对您的信任与恩宠深感不安。现在国家危难，也正是报答您赐予我莫大荣誉的最好时机。我愿与皇子同甘共苦，共赴疆场，弃笔从戎，建下盖世功勋。臣愿以老迈之躯效仿先贤，恳请武皇赐给老臣这个成就美名的机会。好，谢武皇恩准。臣曾为先帝征战边疆多年，虽无帅才，但了解突厥人的习性战法。现在太子以文弱之身慷慨赴敌，使我对自己的年迈丧志而深感惭愧。我愿意率全家子孙一同随同皇子出征。好，启禀圣上，我整日满身戎装在殿前装点门面，实在有愧这身装束，请武皇赐我真正的英武尊严。好，武皇，老臣愿往。武皇，老臣愿往。臣愿往。臣愿往。报效边疆。臣愿往。老臣也愿往。老臣也愿报效疆场。到底谁要见我？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张大人，这是主子的命令，我不能说。他只让我告诉您，他是您最想见的人。啊，走吧，我们快到了。里面请，张大人。啊，请进。在下张易之。张大人。
张大人。张易之拜见狄大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。打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动静？哎呦，什么动静？哎，那有个麻袋。哎哎，赶紧进去报一声吧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快点！我被人给打了。打了？是谁？谁打你？这朝里有很多人要打我。我问你，是谁打的？怎么，公主是想替我报仇？那是我的事，告诉我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说话呀！您真的想知道吗？春，你先下去吧。
谢谢公主救我。虽然我知道您不相信我的话，公主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您原谅我，就来找我；如果不原谅，那我祝公主好运。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必须对我忠诚。从今以后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必须在这儿养伤。张易之丝毫不避讳自己的轻浮，他了解自己的资本，知道他所能给予我的，恰恰是学少所欠缺的，他的甜蜜，以及对我情感的极大满足。张公子还说过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还说，下次一定到，让你等他。大人，一名举子拦车献礼，哪来的狂徒啊，竟敢惊扰朝廷重臣，给我乱棍打开。遵命。慢着，把人给我带上来。遵命。就这是什么人啊，这么大胆啊，敢拦车。他的车呀，就是他呀。这是什么人啊，行州举子薛毅在此恭候大人多时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为大人献上黄金50两，请大人赏我一个官做，给我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。朝廷文官无数，你为什么偏偏找我呀？因为您英才天纵，深得武皇信任，是朝廷最倚重的大臣，只有您才能成全小人。算你是聪明人，行了，等我消息去吧。哦，好，谢大人。谢大人。你们把金子分了吧，算是我赏给你们的辛苦钱。谢大人。走吧。停。我累了。那就过来歇会儿。我都吹了一整天了，嘴都吹干了，不吹了。你们都写好了吗？
启禀圣上，我们实在写不出来。那你们能干什么？我们只会写道德文章，我们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训练，这些应景之作我们实在写不出来。可你们好好看看他，这么一个美妙的尤物，都不能激发你们一点美感吗？请武皇恕罪。启禀圣上，老臣这里有诗一首，请圣上评判。玉人齐鹤上青天，箫声悠扬云缠绵。行了行了，我是让你们来给他们做评判的，谁让你来写歪诗啊？什么玉人齐鹤上青天，这种音韵不全、狗屁不通的文章也敢拿来拜兴？我就是要让他们写。圣上，张大人面若仙人，玉树临风，气度天成，是千年难得一见的人物。他们再有才学，一时也无从下笔。臣以为就让他们回去写好，明天早早的交来。如果还写不好，重重责罚不迟。昌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哼，从一早上起，他们就开始啊推三阻四的，一会儿说无从下笔，您都让我穿上雨衣，骑上了仙鹤；一会儿他们又说无法想象，您把这蓝天白云都给他们布置出来了。现在可倒好，他们又自忍无能了。武皇这几天心情好，咱们做臣子的就应该添喜助兴，啊！你们不给武皇添点堵，你们心里就难受是怎么的？啊？他们呢，根本就是一群缺乏才情、徒有其表的庸人，整天只会跟那些枯燥乏味的文稿打交道，还自称是风流才子。我看他们呀，不是拟不出来，是根本就不愿意拟出来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讨厌我呀？啊，武皇，你看他们讨厌我。你们不喜欢昌宗就是不喜欢我，那可不好。武皇，恕我们无能，我们自幼苦读诗书，总想着有朝一日以满腹之才为朝廷效力。我们千里迢迢赶来辅佐您，可没想过您让我们干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自幼所受的圣人之教诲全用不上，而圣人的教诲也不允许我们附庸这些轻薄小人来玷污您的清明。我请您……行了行了，我一辈子听的全是这样的冠冕文章，早就听腻了。陪了你们一天，我也累了。看到这株香没有？香烧到尽头还拟不出来，就全部免职。